好的，那这一个影片就是直播的时候断掉了啊，因为家里的网络爆炸了，所以我就自己录了打这个巨人王的片段，那就这样子。所以我还是想把这个王杀的做一个段落，好吧？就是看风暴管束者都拿到手了。就先把剑集好去，然后进。这只应该不是特别的难以对付才对，理论上应该。下移动对，三，好几期，Oh no！爆款心得，近距离八复合，再来，爆款心得，哎，没有找到，哎，拿一起去。但没砍到，近距离，好，巨人游牧非常简单，好不好？所以我才想说，我直接把它打完好了。星王财星，巨人游牧的灵魂 ，nice。给我，我们的洋葱死了。OK， 所以，唉，最可惜的是我们的洋葱在第一次的时候死掉了，不然应该有剧情的。好，我们拿到了星王财星，然后又拿到了巨人游牧的灵魂的，然后这。Prince Lothric is in your hands. Please save his soul. Tell him what he must be a lord. 日炎水盆。死掉了，把水盆放在斩首骑士像上是这样。有一个门关呢。干，这是五娘是不是？是要怎样接着打是不是？这太扯了吧！啊，也不是放我回去一下，不要啊！
这样不对啊！哎，我还有37000的魂在我身上，哎，不是看我开玩笑是不是？连回都没得回，好吧，我没有预期到这个东西会连着打，我被地上那个东西骗了。不过五娘要怎么回去我也不知道。总之，反正我们的魂在那里嘛，我们就先不要动好了，下次回去再打。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好吧？就算是补一下这个直播断掉的这个部分，然后让各位看一下这个巨人游牧怎么打，然后直接就进五娘，好，没想到啊，被阴了一道，那就期待下次的这个黑暗灵魂的直播了。那我们就下次的直播再继续把这五娘打掉，感觉好像他刚刚就快死了，感觉好像不是很难，不知道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